能说它是我的命运，但我离别了不能说它，不能说它。留着寸头搭配黑色无袖背心，四面台中央升起，周兴哲新加坡开唱，一开场就下猛药。见这苦练影者的身材，粉丝尖叫声冲天。暌违近四年重返同个场地，吸引2.4万人朝圣。随后换成白马王子造型，致敬偶像周杰伦。就是可不要够让他知道，我一定会和着你越动一下。特别安排的歌单不仅如此，记得这个月初不敌子宫颈癌过世的导演陈慧琳曾为自己指导过 MV， Eric 选择用歌声缅怀他对自己的提携。接下来这首歌就做一堂课，那我想把这首歌献给陈慧琳导演啊，这个剧有叫《妈别闹了》，他的主题曲，那他是这个剧的导演，他总是带给人很多的欢乐，很多的温暖。这是最好的一个，谁都为期一年的巡演，历经台湾、香港、马来西亚等站，共唱21场。新加坡是今年的最后一站，预告明年未完待续。多么幸运找到你，多么坚定我爱你。接下来有全新惊喜登场，会是新歌新专辑吗？粉丝小星星们引颈期盼。特别选龙山上不去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